你家乡的名字，你的朋友怎么名字称呼你？ 我叫小安，我的朋友叫我小安。你是哪人？我是芝加哥人。你在哪个学校学习？我上西五高中。北京哪里？我学汉语。学什么？汉语。 你最中文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最喜欢中国。你最喜欢哪一个老师？我最喜欢李老师。为什么？他很聪明。你有什么兴趣和爱好？我对画画感兴趣。 我的爱好是画画。你能为我们公司做什么？我会画画。为什么我们应该说给你？我很努力。 谢谢。很好。